有各位朋友打开看好，那今天呢很高兴的跟各位介绍我的玩具啦。我那今天要介绍的东西呢，就是之前跟各位承诺过的这一款哈，作为一个 Good Smile 好在二零一五年、一六年左右所推出的一个商品。哦，这款盖特完全变形的一个玩具。我当然呢，呃，各位有看过我影片之前有介绍过这一款正常版大小的嘛？好，那这一只是在它之前所推出的一个比较 Q 版左右的三头身左右的一个玩具。 哦，那盒子呢？就构建上看到这个样子，就是一样是圆筒状的哈、哦。然后正面，哦，整个绕一圈就是三个形态，然后三只机体，哦，像這,这样子。哦、啊，里面呢有像这样子，有三只哈、哦，总共是哦，阴号，哦，这是阴号，然后跟豹号，哦，还有熊号。 哦，那这边值得褒奖的是呢，这只熊号呢是目前所有贩售过的盖特机器人。哦，我想哦，是目前所有贩售过的盖特机器人里面，哦三号表现最好、最漂亮的一只。哈、哦，那待会再跟各位细部 detail。哦，首先我们先来介绍这只盖特一号机，哈、哦，这一只鹰号。哦，鹰号呢就承袭着，诶、欸，它在剧中时候的一个造型。那当然，因为它有变形结构，所以当然这边。 哦，整个就是零件的隐藏可能没有这么的好哦，毕竟盖特本来就是三只像粘土一样的东西，你必须要克服它三只完全是不同的东西，然后你要把它硬把它扭成是三个形态的那种，它必须要一些哦隐藏哦，这是没有办法的秘密器哈哦,哦，那英号呢就长得像这个样子哦，那这只玩具身上呢有像这样涂的一层薄薄的像是亮光漆的东西，然、哦、后让整只玩具看起来就是油油亮亮的。 哦，也是提升了它的整体的质感呐、啊。不过呢，其实我并不喜欢这种油油亮亮的感觉。哦，说真的，我并不喜欢呢、啊哦。啊，如果你们有喜欢的话，当然这对你来说就是好的。我个我个人是不喜欢的。哦 o、okay, k 哦，那这一只是它的一个爆号哈、哦，也是盖特二号的一个主要构成哈。那、哦啊、当然零件哦，可以一目了然的发现它的盖特二号的一个变形零件藏在哪里啊？怎么变？哦，大概都看得出来了。好、哦，然后呢，就是我最。 喜欢哈、哦，最喜欢的一个三号机，这台雄号的一个飞机形态哦。各位看，它跟剧中的造型呢，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哈、哦。就是目前目前哦所推出的盖特三号机里面哦最漂亮的。好、哦，安、啊、内，零件的隐藏呢也算是非常的棒啊，当然一定会有一些变形结构一颜色的一些裸露了。好、哦，安内。 OK，那当然各位最在意的了，还一定就是它的一个变形合体结构嘛，对不对？哈，那我们就不勒斯直接进入一个玩具的变形合体吧。哦，那当然一样不免俗了，从一号机开始哈，这只 g e t r o b One，哦，那盖特一的变形呢，我们还是要先从盖特的一个音号开始来搞它哈。首先，这边有两个卡扣，我们先把它松开。好，松开之后呢，这里把它翻起来，你会发现这边这一整块零件呢是可以活动的哈。 先把它活动到这个位置之后，旋转，好，它变成像这个样子。好，那这边有个凸点对凹点，当然先不要组合，因为你要去动它这个头。好，那头部的变形呢，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它是两个不同的零件，你在变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，因为这个地方经得起把嘟吧。你在转一个小心转的时候呢，有可能会把这个白色零件转到断掉，所以你一定要特别小心。往后面稍微拉一点之后呢，旋转。 哦，顺着慢慢转，不要用力哈，顺着慢慢转，转到大概这个位置之后呢，再把它顺着转好，然后转过来之后呢，这边这一个机头的零件就会跑到下面来了，然后机器人形态的头就会跑起来，然后这边呢，它这边脖子这边有一个凸点，这个凸点呢就对应到它前面这边有一个很小很小很小小小的凹点，组进去就对了，像这个样子，好，那这里跟这里就会完全密合了。 然后接下来再把这个凹点对凸点组合起来，好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一样哈，红色的位置把它翻转，白色朝前就变盖特机器人的手。哦，盖特手刀的部分呢，把它调整好，拳头调整好。好，安内再做一次哦，旋转，拳头调整好。然后呢，头部这个地方呢，左右两只脚把它翻下来，请安内。 好，二号，然后这样子盖特一的上半身这个就变形完成了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盖特二号这个八号的变形。好，八号的变形呢，在变成一号机的时候呢，那其实非常的简单，你只需要把这边两个卡扣稍微松开，这整个零件给它翻转到这个位置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这两个给它翻过来旁边。好，U b 先不要扣进去，因为等一下你要扣盖特三，先放这样子就好了。 好，先放这样就好了啊。然后呢，组合的零件就是靠这一个插孔跟这两个凸点。哦，等一下会跟各位再讲一遍。哦，还有这里后面这一个。好，OK。那我那盖特三的熊号的变形呢，这边要特别注意，就是因为这只盖特三它比较麻烦的是呢，它在一开始处理的时候，它把这两根很细很细的轴，哦，它当做是它的一个整体的呃一个变形用的关节，所以你们在变这边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，只要任何一根断掉。 你都会绕塞，好不好？好，这边两个卡扣先给它解开，解开之后呢，这两边哈要闪过这两只棍子哈，稍微闪过这两只棍子，好，像这样散开，这两只一定不能断掉，断掉你就绕塞了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把这个地方稍微捏着这个轴，慢慢慢慢的把它转起来之后呢，这里做一个旋转，好，拉起来。 这边看到这一整根零件是可以塞在这个盖特的大腿、小腿里面的，像这样塞进去，然后这个插孔扣住，像这样子。好，另外一边再做一次。这边小心的把它拉出来，好，收进去。然后呢，脚掌把它翻起来，这里翻，把它转到这个位置之后呢，这边这个白色零件是可以做旋转的，像这样子。 好像这样子，好嘞，然后这一整块把它向前翻，就会变成盖特机器人的腹部那块零件。好，那经过了几个稍微不算太复杂的变形之后呢，这个三姿形态就变形好了。我们就只是把它组合起来哈。那组合一样，由下到上哈，这边盖特三的这一个凸点就连接盖特二的这一个凹点。好，放进去之后呢，稍微把它。 组合起来，像这样子把它组合起来，好，组合起来之后呢，像这个样子，好，然后接下来把这两个履带的地方呢，像这里，我稍微散个角度把它藏在这个位置，好，后面这一整块就会变成红色的，就是盖特飞翼的那个位置哦，安内，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二三，哈，对应到这边哈一，1, 然后跟这两个凸点就卡在胸口这边哈二三。2, 这边这边里面有两个凸点，两个凹点，二三哈。组、哦、进去之后，稍微轻轻的给它放下去，好，然后胸口这边也稍微给它抓一下角度，好。那经过了几个简单的变形之后呢，翻翻转转之后呢，盖特一的形态就变形完成了，这灯哈。那当然，这只玩具呢，在当年呢，它主要是主打它的一个变形合体。 哦，所以可动度来说呢，可能就没有后面这一只完整这种大型版的好哦。那当然就是造型上就是有正面看就是盖特一啦，哦，很明显就是盖特一。好，然后呢侧面看一定是这样朗朗康康，然后有大大的大背包哈、哦，因为没办法盖特就是这样子。后面看呢就可能比较绕塞一点，没有这么漂亮了哦，一定会有一些盖特二跟盖特三的零件裸露。哦。然后呢这只盖特一呢，它有附上一样两组盖特飞斧。 哦，盖特飞斧可以让你拿在手上，好拿在手上，好，或者是呢，它旁边有一个插孔，哦，你可以把它安插在这边，好，就假装是盖特斧头的一个收纳，哦，因为盖特斧头本来就从肩膀这样喷出来嘛，对不对？你看肩膀这样喷出来之后呢，然后轻拉出来这样子，哦，那当然它就可以藏在肩膀这边，哦，这边它有一个插孔，刚好可以对应到这边这一个凸点。 哦，当然，其实你如果左右啦，哈、哦，像这样子把它放着，哦，它是可以，其实是可以收纳在它的左右肩膀的。哦，因为说明书里面好像没有写到这个啦，但是呢，事实上它是有做到哦这个步骤的，它可以像这样子把盖特斧头藏在身体，好、哦、像这样子完全收纳。哦，不过呢，在变形的时候呢，这个斧头就不能达到收纳效果了。哦，那可动性方面呢，头部呢就是可以左右、上下。 哦，当然没有办法杀霸这骨都因为你除非你硬胖啊，硬胖，因为这个关节很脆，你硬胖的话很可能会把它脆断段哈。当然可以，跟杀霸这我都没有问题。然后头雕呢，就是我跟各位讲过的，使用的就是它原作漫画版的那个头雕龟壳脸。哦，就跟之前我介绍过那款 Hello f i e 的那个最小变形的那个龟壳脸，又那个很密的密龟壳脸又不太一样。哦，这是原作版的那种漫画版的脸。 好、哦，那肩膀呢？这边虽然使用了一个球形关节，但是它这边的可动性其实是非常的局限的，几乎是不可动了。好、哦，然后呢，这边是可以上下活动的，手臂这边可以旋转，哦，三百六十五度完全没有问题。拳头也是可以旋转，三百六十五度完全没有问题。哦，但是呢，手臂就没有办法折曲了，手臂这边是没有办法折曲的，手肘啊也没办法折曲，大概就像这样子。腰部嘞，因为变形关系，所以它是没有什么可动度的，哦，百分之百是没有的。哦，那这边。 骨关节的地方呢，使用是一个球形关节，最多就是像这样一点点的小前踢，膝盖没有办法弯哈，因为这边这一根很长的东西藏在这个地方，你是没有办法弯的。脚踝这边使用是一个球形关节三沙八的这个都旋转没有问题哈，可以有贴地哦，但是呢，整体就是摆着好看这样而已啦，它没有办法做到其他可动哦。当然，从这一只之后的波塞顿哦，就是那个盖特盖特 G 盖特龙跟。 真盖特就是把可动性向上提升了哦，毕竟这就是第一只，哦，OK 哈，那三只就这样子变成盖特一哈，那当然还可以变成盖特二。我们斧头先拿起来，哦，直接把三只再分开，我们直接从这个形态再给它变形，好，三只一样，我们把它分开，卡扣解开，好像这样子，好，那当然盖特二的变形呢，当然这个这只盖特一就会变成下半身，我们一样就从头中。 下来这样子变哈，那这只盖特二呢，在这时候呢，它就会变成盖特二的头嘛，对不对？那把这里翻过来，然后像这个样子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把这两个履带的部分，哦，这边这边有两片是可以向后折叠的，折过来之后呢，把履带整个往后折到底，像这个样子，好，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就可以把它翻出来，没有错，这就是盖特二的手手哈。 砖头跟夹子手手，好，然后呢，这个砖头的地方呢，这只是可以把它拉长的，有有个卡扣，好，扣住，跳一声就可以拉到很长，像这样子，然后这一整块，跳一声把它往上翻，就会看到盖特二的眼睛跑出来了，好，那先放这样子，stand by，好，盖特二的变形就完成了，好，阿、啊、来中间身体好就是盖特三。 盖特三的变形呢，就比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啦，主要就是把这两根、这两、这两根拉起来哦。因为这边很紧，要记得轻轻拉，不要用力踹哈，踹等力都掉了哈。拉起来之后呢，脚掌把它向前翻，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你要选定哪一个是上，哪一个是下哦。在作为盖特二的时候呢，你要你会这边这两个凸点，这边有两个凸点就会变成朝上面，哦，然后像这样子，把这两个。 盖特三的时候的那个头旁边的两个小炮呢收在这边，然后这个地方呢旋转到这个位置，好，旋转到这个位置，好，然后呢这时候你会发现这一整块是可以像这样翻折的，好，那，我先把它折到这个位置，你会发现呢这个履带这边呢会有一个哦像这样子两个凸点，我就会看下这边有两个两个凹点的、啊，两个凹点，好，就会对应到盖特二的两个，这里有两个凸点。 等一下，我们在组合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。我们先放旁边，好。然后盖特一的变形呢，在这个形态下呢，它就是像这样子。好，你要先把它转过来，转过来之后呢，两只手把它打到水平，像这样子打到水平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这个就变成它的屈伸下半身的懒趴那个位置了。把这两块手臂的地方，哈，等一下，呃，镜头跑掉了，等一下。手臂这个地方呢，把它向下翻。 然后变成像这个样子，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这个手刀的地方呢，把它向这里旋转，好，藏到后面去，啊内，好，接下来呢，这个拳头的地方呢，你会发现里面有一个可以隐藏它的脚掌的地方，哦，你把这边旋转，拳头变成这个面朝前拉出来，你会发现这一整个地这个地方是可以再拉长的，然后它的脚掌就会藏在这个里面。 翻出来，旋转，哦，这个凹槽就会变成跑到后面去了。从前面看就是很漂亮，哦。再做一次旋转，拉出来，脚掌翻出来，安内。好，那经过了几个简单的变形步骤了，像这样子，头脚收起来之后呢，这边会看到有一个凸点，对应到这边这个凹点对凸点，先把这一个部分拉过来，让它变成像这个样子。 好，安呢？好，然后接下来就是合体的哈，一样，我们由上往下合体哈。首先，盖特一哦，这个盖特二的身体跟这只三号机贝尔，我们来合体哈。这地方朝前，我们先把两只脚的这个，我刚说这个凹槽，把这个地方固定在凹槽里面，像这样子，左右边，好，给它固定，像这样子。 然后接下来呢，这一整块给它翻起来，翻到这个位置之后呢，小心的把它收纳起来，哈，小心的收纳起来，好，大概像这个样子，好，然后呢，先不要，先不要把它组合起来，哈，这边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前面有一个凸点，跟后面有一个凸点，哦，这边有前后各有一个凸点，对不对？像这样前后各有一个凸点，就是组合在这一只的前后，一样把它收进去。 哦，这时候你要看到这边这个凸点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边有个凹点，对应到盖特头部前面这边也有一个凹点，完了把它组合下去，先给收进去好，完稍微给它组合起来，好，组合起来，然后呢，后面这个凹点呢就对应到这边，给它组合起来，好，那下半身这边呢就会变得非常的稳的哈，没拉都是没拉哦，然后这时候把这个地方翻起来呢。 这边翻起来的地方呢，你要把它这里有一个凸点对应到这边这个凹点，哦，调整一下角度之后呢，把这边跟这里做一个组合啊，那左右边都给它组合起来，然后接下来这一块把它盖下去，看一声，哦，因为主要是这边这有两根两个小小的这个小凸点哦、喔，各位看一下，这边有两个小小的小凸点。 这两个白色的小凸点呢，就会扣在这两个黄黄的地方，跳一声会把它这边合起来，不会掉。哦，那经过了几个简单的变形步骤，然后翻翻转转之后呢，这款盖特二的变形呢就完成了。哦，然后盖特二呢是我所有三只机型里面最喜欢的。哦，造型上来说我是最喜欢的。哦，准人这一款造型。哈啊，那当然呢，整体就像这样，非常的修长、哦，脚很细，细到你都很怀疑说这个脚到底能不能站得稳。 哦，其实是可以站得稳的啦。哦，因为这只玩具呢、呃，你只要稍微调一下角度啦。哦，事实上，它三个形态是都可以稳稳的站着，只是说这只会变成有点像 Michael Jackson 四十五度角。哦，因为背毕竟它的背包其实蛮大的。哦，安、啊、内，好，那整体的形态呢就是这样，非常的漂亮。那可动性方面呢，这只可能就稍微的比盖特一再绕塞一点的头，当然是不能旋转。 不过肩膀这边是一个球形关节，可以三百六十五度往内转转转哈，没问题。然后这个尖尖的地方呢，它也是可以转转转，哦，这个砖头的地方是可以转转转哦，刚刚站起来。好、哦，那这一只呢，它比较可惜的是呢，这个凹的地方啦，这个哦，这个类似那个诶凹、欸、啦，这个叫什么？机械手臂这个好、哦、的地方啦，夹子的地方它没有办法活动，就是一个造型而已哦，比较可惜。哦，那腰当然一样是变形合体，不能旋转，也不能活动嘛。 骨关节这边呢，也就蛮惨的了，因为这块刚好干涉到，所以也不能前后踢、左右开嘛，就是你也不会想要左右这样开开很丑哦，所以基本上就像我讲的，就是造型，单纯就是玩它的一个变形合体哦，就是正面看就是很帅气啊。哦，背面跟侧面的收纳其实也就还好，这只真的是做到还好，比盖特一好，我个人是觉得啦，哦盖特二的形象真的是漂亮，好不？OK 哈、哦、啊，当然。 一样就直接进入盖特三吼，我们把这只一,一样把它左，把它再把它拆开成好三只哈。当然在拆的时候呢，有时候你看我玩是可能会动作会比较快啦。其实我也是很小心在把玩这一只，因为这一只东西呢，呃，一个不小心，你只要把那某个零件玩到有点亏体，或是裂，或是坏掉什么的呢，那这只三只的合体可能就无法成立了。所以呢，一定要记得在变形把玩的时候呢，要非常非常的小心，好不好？ 啊，那身上使用的像这样很大量的球形关节，所以在变形的时候呢，多多少少关节都会有脱落的问题啊。但是脱落其实不是大问题，只要组的回去都不是问题哦。就记得不要给搞就好了哦。OK，好，那一样分成三支之后呢，盖特三我们就从这一支贝尔熊号的那个这一只开始哈。那熊号这边呢，各位在变形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哈，因为这边这一根连杆，好，在这个形态下连杆的就很吃重了，要小心了哈。OK，那首先呢，先把这边做一个翻转。 好、哦，然后记得贝尔的眼睛，好、哦、这边这边有一个可以翻转的结构，把它翻过来，熊号的眼睛就会跑出来。啊，这时候呢就把它整个倒过来，像这样子，哦这边这边朝上了，好、哦，然后呢这边这两个像子弹的东西，把它旋转到这个位置，转过来让它像这样子，好、哦，然后这时候呢这个脚的地方给它旋转一圈，这个像履带的东西，灰色这个零件就朝外，然后收起来，这一节卡住。 然后像这样子，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这边，哦，手的地方呢，这里把它翻出来，它刚好藏在脚里面，像这样翻出来，就是一个盖特三的手掌，哦，安雷，一样旋转，插进去，好，然后给它旋翻出来，呵，然后先像这样子哈，盖特三的一个变形就完成了，好我们先放旁边，等下再来合体。 然后呢，中间的身体就是由盖特一这号这只鹰号做担当哈。那这边在变形的时候呢，也要特别注意哈，这一块零件在变形的时候呢，你就要把它先松开了。我是建议各位啦，松开哈。啊，你松开之后呢，这一个地方在变形的时候才不会互相去 K 到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你就是一样要把它变成像刚刚飞机时候的那个样子，这一块一样把它收出来。啊，那旋转一圈之后呢，小心转哈。 然后呢，这边把它往前靠，好，然后这一块零件往前像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这一片一样这个凹槽跟对这边就给它组下去。好，那接下来手部这边呢，把它旋转到这个位置，好，安呢一样旋转，好，这边分开让各位看，这边给它旋转之后呢，转到这个位置，让它变像这个样子，先像这个样子。 啊、接下来呢，把这个手部的地方呢，给它收纳进去。刚刚你翻出来这个角角的地方，给它收进去，像这样给它收进去。好，然后收好。接下来呢，这边要做一个翻转，也看到这边里面有一个插孔，这个插孔呢，你要把它旋转到外面来。这边的插孔就是要对外。好，然后这时候呢，有这个白色的零件呢，哈，你尽量我是建议各位把它翻到上面来。 因为等下造型上来说呢，这个白色零件翻到上面来，对你盖特三的一体性来说会比较好。哦，虽然他没有特别要求啊，但是我是建议各位翻上来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把这个拳头的地方像这样左右，好，然后变成这个样子。然后这一节，这一节哈，这个手臂的这个地方呢，把它旋转到这个位置，然后变成这个样子。好，然后这时候就把这个零件给它扣上。 然后变成这个样子，从你侧面看呢就是这样，哦，这样子，这两个孔就是对外面，哦，等一下要跟盖特二号那个下半身做连接的，好阿宁，OK，接下来变盖特二号这个身体了哈，一样把它的这个哦砖头收进去，眼罩带回去，好接下来呢这边你会看到有一两个白色的东西藏在这个左右，把它翻出来，好，然后接下来再把你的。 这个零件收纳起来，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这这边会看到两个旋转轴，小心操作，把两个旋转轴转到像这个位置，小心操作哈，不要去凹断它哈，像这样子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把刚盖特二号在变形的这两块盖回去，然后这边呢这一块把它压回去，好，就这样子，盖特三号的呃盖特二号的这个。 下半身的部分就变形完成了。好，那我们一样，由上往下，我们把它变形合体哈。当然，这一只其实是由下往上会比较稳的，那我们就由下往上好了。啦。好，一样就是这个插孔对应到这个插孔，组合下去。好，这这一只给它组合下去，像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刚刚旁边这两个手的这两个手孔的地方呢，就组合这个东西，履带部分把它组合起来。好，这就是一个接续点。 组合起来，好安内，好那因为这边如果你翻成白色的话呢，是不是这一整块因为刚好是白色变它的下半身，这样一致性会比较好，好安内啦，好那这边你调整好之后呢，它的变它这边整个上下半身就会像合体非常的稳，不会掉。OK，最后的最后呢，再来合体上半身，哦那上半身的合体呢，主要是靠这一个，这一个凸点，哦所以在组合跟这两个，哦所以在组合的时候这一个凸点一定要接好。 刚好是接到盖特一的这的、就是、头的额头这个位置，哦，然后左右边两个小卡扣组下去，哦，对，前面这个凸点我们把它结合起来，啊，来组合起来，然后这两个卡扣给它扣起来，好，OK，那稍微调整一下之后呢，这一款盖特三的变形就完成了，哦。 个人是觉得 OK 啦，非常的好看我、哦、不知道各位觉得怎么样哦？盖特三的变形哦，那当然整体来说呢，从正面看都是非常帅气的。那侧面当然一定是有多少的漏晒啊，背面看都不用看了，就像这样子。好、哦，正面看还是很帅的。然后这一只呢，当然它虽然没有了双腿呢，但是它的稳定性来说呢，也就是三只里面算最好的，怎么放都可以站得住。哦，怎么放都可以站得住。好、哦，阿、啊、雷。 然后呢，可动性可能就比前两只再绕塞一点的，它只剩下这一节手的这一节可以活动哈，刚这个可以旋转，然后这节可以活动，手臂这边是旋转，是球形关节哈。那当然，它做出大雪山摔的那个动作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，可以做出大雪山摔的动作哦。不过，就像我前面两只在特别强调的，这玩意儿呢，最多最多哦，它就是摆着在书桌上面很好看的这样子的功能哦，跟这一只。 大只版本的呢，完这是正常正常大小版本的呢是完全没办法比的。这只呢是真的活动度很好，变形也很复杂哦。它这只当然我是不推荐，因为这从到底变形都很麻烦。我是建议各位如果有闲钱的话去买这只就好了。哦，虽然说它是 Q 版的造型三头身，但是整体的变形好，然后跟一些呃拆拆把抽插插把把地方了、啊、哈、哦，这只真的是玩起来很爽了、啊。哦，如果你不记。 可动度的话呢，然后这只应该是目前，呃，当然在当时啦，哈，目当时是算是变形结构最好的一个盖特玩具，但现在可能有些比它更好了，慢慢慢慢的把它打掉了。哦，那这只因为它蛮久的，然后加上说 g o o d e s m e 的版权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每次买的版权都怪怪的，出的量都不多，所以这只的价钱呢，其实很可怕。哦，当然他当时推出的时候价钱就很可怕了啦，哦，现在更可怕。 如果你是有闲钱预算的话，当然你可以选择去购买啊。如果没有的话呢，当然看看我的影片，松松安德赫啊，好不好？OK，那当然你如果钱再更多，你都没地方可以花，那就买这支吧。哦，你要想挑战一些比较高难度的变形，你就买这支吧。好、哦，当然我是我再次跟各位强调，我是不建议啊。哦，其实这支就很好玩的，好不好？OK 哈，那当然哦，影片就介绍到这里哈，三只盖特的三个形态都介绍完了哈。 那当然，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形态呢？哈，如果跟我一样喜欢盖特二的话呢，当然下面就帮我留言哈、喔。然后是你们喜欢其他的机型哈，一样下面都留言。然后对这只玩具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？一样下面留言，好不？OK，那今天就到这里了哈。如果介绍的不错，点个赞啊。如果介绍的干了 e 就点个这样子吧哈。欢迎的呵,呵，OK，好，那当然觉得我介绍的影片风格是你能够接受的、喜欢的，就帮我点个订阅追踪了哈。那当然不喜欢的直接 nest，连看都不要看，好不好？ OK，那、啊、今天就到这里了哈。谢谢各位，落啦。哎呀哎呀，握手，握手。嗯，给我握手。嗯，这么棒哦、喔，来，右手多手，哦、嗯，棒棒哦、喔，来右手。哦，棒棒哦、喔。虽然勉强威胁你，但是你还是会跟我握手。好、哦，有没有发现我们家奶油颜色最近越来越淡了哈？没办法，老了啦，很老很老的老狗。你看，原本手手是黄色的，现在已经变白的了。 然后原本耳朵是黑的，你看现在变白的了，哦，好可怜。那老狗呢？基本上呢，在家里的时间十几个小时都是在睡觉了。那刚刚刚刚有带它去楼上晃一晃曬曬，晒晒太阳。哦，它在楼上跑不到几分钟也是在睡觉。哦，好可怜。你看，狗生就是这样子，好不好？OK 哈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哈。谢谢各位罗拉那要跟大家说拜拜哟，拜拜。